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姐姐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三件金针衫。今天这一期分享的针织开衫呢，真的是超级好看，而且呢版型非常百搭。它总共有十个颜色，颜色每一个都很爱，但是我只浅浅的选了三个颜色，一个南瓜色，一个来信和黑色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感兴趣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版型。它的版型呢是宽松的一个版型啊，是个均码的。大家看一下袖子的话是个常规袖，袖口呢做了一个螺纹收口的，还蛮有质感的。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和做工，大家可以离近点看一下，它的做工走线呢都是非常工整的哈，包括扣子这里是个贝壳扣，在视频里面大家就能看到它的一个质感，性价比真的还蛮高的。这款呢是南瓜色的哈，手感摸上去呢也非常柔软亲肤，这个也可以做内搭，也可以做外套来穿，都是很好搭的。我们看一下后面，后面呢是纯色的，这款是南瓜色。我们再看一下来信色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款呢是来信色的，奶乎乎的感觉啊，很显温柔。这款呢是同款不同色的来信色的。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件黑色，黑色的话呢是最百搭的一个颜色啊，也很显瘦。今天入的这三款颜色呢都是日常搭配非常好搭配，完全不会出错的颜色。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三件的搭配。好，这件南瓜色呢我已经先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颜色穿上身，我觉得还蛮显白的，它可以当做一个套头衫针织衫来穿啊。弹力的话呢是有一点微弹的，穿上身它的版型呢是有点宽松的，也是比较遮小肚子的哈。长度的话呢也是比较短的一个款式，也非常适合小个子来入手。穿这件针织衫如果单独穿的话也不用塞进去干嘛的，直接这样换它来穿就很好看。搭配一个包包，我们看一下整体效果。搭配的这条裤子呢也是他们家的，是个宽松的一个阔腿裤，非常好穿的一款裤子啊，有点民族复古风的。这样一套穿搭呢是非常出片的哈，拍照穿也很好看。这个颜色针织衫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，是个南瓜色，里面也可以搭配一个白色吊带，然后敞开来穿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我搭配了一个白色吊带啊，这样敞开当开衫来穿也是非常好看的，很休闲而且又很随意啊。这款是南瓜色，我们再试一下来信色。好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件呢是一个奶杏色，如果当做套头衫穿的话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哈，非常温柔的一个颜色啊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下最后一件黑色。好，黑色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黑色呢穿上身非常的显瘦哈，这是单纯当做套头衫穿的效果啊，这是开衫的一个效果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件针织衫呢也非常值得入手啊，当做开衫或者套头衫来穿都是没问题的，然后性价比呢也非常高，喜欢姐妹们可以放心去入手。它总共有十个颜色，颜色超多的，然后最百搭的日常来穿的话就是这三个颜色比较日常一些，喜欢宝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自己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